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set。对，现在我又是在台湾台北的一间废弃的宿舍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故事，我觉得这个故事呢，网上可以 check 到啦。就是说有一个老师觉得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然后就在某间的房子里面就这个啦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小马就一起来这边见见他们吧。Let's go， 进去吧。真的好多东西哦，里面。我操喂！真的好多东西哦。没事，打扰了。哇，有玩具什么哎？好恐怖哎！好了，好多东西哦！台湾的废弃真的是好多东西，哇，这镜子也好诡异哦。这个应该是赶着走的，你看冰箱没有拿走。在台湾很多这种废弃地方，就是它废弃的，可是东西全部没有拿走的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有两个原因，一就可能是天灾，二就是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然后大家都急着跑。这个是我的猜测了。猜测，猜测。对。没有门了。你看到这东西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里面装尸体了吧？要不要打开看一下？没有东西啦，还踢油纸啊？如果有血迹，跑喽！没有东西。不好意思，刀。不好意思。好恐怖哦！真的，这个是真的很恐怖。这也是天灾吗？地震吗？感觉是，不然东西为什么全部打到啊？你看里面真的还有符哎，这还一份报纸，东西都好乱哦！哇，这其实蛮大件的。老魏，什么事情？捣乱完一整片，真的。外面有警铃声。唱片。KK 音标入门。学习用。哦，那个警铃声刚好停在这边。是警察来了，是吧？不懂，听看有没有人讲话。有。要继续吗？这边还有更大的行李包，有人在那边睡觉，流浪客吧？嗯，没有东西的，出去吧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每一楼大概走了两间，然后现在我们应该就去第二楼了。Oh my god！ 这些楼梯封住了，为什么封着？不知道哎，明明就是一个楼梯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找另一个地方看，希望有得上啊。
是有点诡异。对。这里有一个楼梯，我们上去吧。还好它的门是没有封的。我还是逃了。第二楼气氛不一样，完全。进去看看。我还是到了。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就是哈，这些地方如果整修一下，可以给人家住啊。可以啊。他为什么要飞机那么久，然后就是没有人去理他，东西很凌乱，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去敲掉。哎，对，这个真的很诡异。哇，这边就有楼梯，好像奇怪了。我也是到了，我也是到了。Oh my god， 是这间吗？那个人我相信粉丝应该会知道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开头已经有讲了，现场我们要尊重死者，所以对对对对，对不起到了，对不起到了，不好意思到了。瞬间被吓到啊！我也是吓到，我还以为是血来的。对呀、啊，哇，之前更恐怖哎！我要跟你讲一下，这些我不知道，这个你有印象吗？我懂，撒旦吗？对，有人在这边做过法事。哇，好恐怖哦！这还一只娃娃，下面还有一个。雕像月的照片，出去吧。现在我的胸口其实也是蛮不舒服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找一些有日期的东西来看这边到底是什么时候飞起的，因为有日期的东西大概就看得出了。又有精灵啊。名字，名字，这间也有。Oh my god， 我去拿那瓶东西看一下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90年9月1日，这个是民国还是什么？没有写，没有写。这边显示就是2006年5月制造日期，所以讲现在应该是14年，差不多10多年了，14年左右。这一间真的超级恐怖，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我身体有点好像很不舒服啊。我们出去先，我们去别间看看一下。
这边也有一个楼梯，这楼梯有点怪怪啊。可以上到去应该。可以。我们先走走看。我们先走这边看看。哇，这边好多垃圾哦。好多零零碎碎的东西都还在这边。很多这些瓶子瓶子的东西，冲凉房，我那边看到一个东西哦，特别好奇，日记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一个麦当劳。那么现在我们呢，就上去第三楼看看吧。如果还有谁更了解这边的 detail 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知道啦，台湾的朋友们。你看很奇怪，是这边还一束花，蛮茂盛的。我上第三楼看看，很奇怪，就是还有特地一个这样出来的。你看，好奇怪的格局。坏事到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有点窄。坏事到了，这里真的超级危险。这有一个小孩子的照片。这里还有一些照片，高跟鞋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边肯定有人知道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些酒瓶，有人吗？对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Oh my god！ 你要打马赛克 ？Oh my god！这些都是一堆的色情明星。Oh my god！ 我要马赛克的好麻烦哦。里面的东西吗？都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垃圾。我要出去吧。我们再去第四楼吧。现在呢，我们直接去第四楼看看吧，看有什么比较特别吗？这个里面比较空荡。哇，突然就好冷哦。上面还有一楼。我们刚才听到下面好像有人的声音，还好现在是没有。你看对面也是一间废弃了。坏事到了。
些照片。这墙上是一些字，排球明星。好，桌子上有很多照片，应该是这边的主人吧，我猜。坏死他了！一只雨伞在这边，这边有楼梯耶。谢谢你，好奇怪哦，这些东西，还有个藤椅在那边，然后在墙上什么字来的？怪怪的字啊，看不懂。有人在讲话，也是有听到。试一下啊。